翻嚟新聞，經過昨晚的中期選舉，民主黨的葛務順利連任，是繼他爸爸之後成功連任的民主黨紐約州州長。葛務總共獲得54%的選票，而他的對手共和黨的歐瑞祥就獲得41%的選票，還有綠黨的候選人霍金斯就得到大概5%左右的選票。葛務贏了之後對選民說，感謝選民的支持，他還會帶領紐約州更加進步。歐瑞祥亦都表示會卷土重來。除了州長，還有州主計長和州總檢察長在昨晚都被選出，他們分別是擔任州計長的迪立波利和州總檢察長的史樹德，他們都隨著葛務成功連任。而另一方面，在斯丹頓島，共和黨的 Michael Green 並未有受到醜聞的影響，成功連任眾議會的議席。他代表的11選區投票率達到100%，他就個人得到55%的投票支持，而他的對民主黨籍的對手就只獲得42%。在中期選舉前夕， Michael Green 是有多項的醜聞纏身的，例如是他被拍到恐嚇記者，會將記者由二樓掟落樓下一樣，又被指控逃稅和欺詐等，但他始終都是順利連任的。紐約警務處長布拉頓今日宣布了副局長的就任人選，他就是現任警察訓練局副局長 Benjamin Tucker， 他今日在警區總部警察局廣場宣誓就任。Benjamin Tucker 持有法律學位，他亦都在政府和警察部門工作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他1969年加入紐約警隊，曾經在市民投訴調查科服務過。在加納案過了幾個月之後，再有警員粗暴對待市民的案件發生，有兩名警員今日被起訴對青少年拳打腳踢。案件發生在夏天8月29日，當時監控鏡頭拍到兩名警員追著一名16歲的少年 Kareem Tribble， 對他拳打腳踢。當時他們是在 Bedford-Stuyvesant 地區，少年試圖在兩名警員手中逃脫，影像明顯見到一名警員用拳打他的頭，另一名警員就用槍攻擊他。這兩名警員被控多項罪名，包括嚴重襲擊、刑事藏有武器和警員不當等行為罪。今年包括在華埠在內的選區並沒有華裔的參選人，但選民的投票熱情並沒有因此而減退。不過對於包括年長者在內的一些選民來說，語言和對投票內容的理解方面還需要更多的幫助。根據投票站的工作人員說，一般早上和夜晚6時後是投票最繁忙的時間。本台的記者在130小學投票站和孔子大廈投票站都看到類似的狀況。雖然今次華埠包括的選區並沒有華裔的參選人，但民眾並沒有因此而減少投票的意欲。移民了多年的黃女士，自從2008年入籍以來，每次都有去投票的。做那个东西会对那个民众好嘛？那个。從事傳訊和資源發展的關先生就說，年滿18歲以來每一次選舉都有投票的，而他都呼籲更多華人投票。好希望全部呢行人都係出嚟，特別係喺華埠度同埋喺紐約嘅華人都應該可以投票。而對於黨派之間的競爭，普通選民似乎並不在意。選民在意的是究竟誰個更好地為社區服務，尤其是要聆聽華人的聲音。在綠黨個 Green Party 度，有喺個民主黨喺 Democratic Party 度，同埋有個 Working Families 嗰度幾個。我唔係一個黨派，同埋有幾個覺得係最好嘅人，我會選係有一個黨。孔子大廈一向都是有華埠票倉之稱的。據投票站的負責人介紹，這個投票點包括3個選區，一共有將近3000個已經登記的選民。由於今年不是總統和市長選舉，投票率相應會低一些，所以
到昨晚九點已經停止投票。Overall, the people, all they care is what will they do for their own community. So that's why the mayor and the president becomes very important. And local city council people, like Robert Chin, become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o vote. Not necessarily party, but it's who will they will take care of them, their voters.而幫助投票選舉工作已經有十幾年的陳先生說，近年來華裔投票人數已經是高出很多了，但有些年長者只是對職位進行投票，對候選人的議案就不太清楚。他们看到多了就来投了，那么后面三个议案要怎么样，他们是不明白的，不投那个议案不投，就是投这个人，这个职位，这个省啊、州长啊什么的法官啊投那个票，后面三个议台，好多人都不投的。语言以及对于投票内容的理解方面呢，包括华语在内。很多族裔的移民是存在困難的。亞裔美國人法律保護和教育基金會的志願人員呢，亦都在各投票站進行了這方面問題的問卷調查。Are having any issues with being able to vote, and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language access.If you know, they're being provided with interpreters, if they need an interpreter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what the questions are and who they're voting for. 本台新聞部已經設立了電子郵箱，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的意見呢，或者有關新聞方面的線索，都歡迎來信和與我們聯繫的。郵箱地址是 sinotvnews@mrbi.net。